天气喜事啊！对啊，这是狼藉哈，不是狼藉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们把这么晦气的囚犯带来，还不赶快带下去？小人有罪，惊扰了公主。是我叫他们带他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让有些人看清现实，不要心存妄想。我从来没有心存妄想，因为我知道什么是属于我的，什么是强求不得。比如说人心。一个阶下囚嘴还这么厉害，看来是我们九州的牢房太舒适了。主上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对啊，今天是我们九州大喜的日子。苏玉，我准你跪地求饶，我就网开一面。可惜我腿脚不方便，恕难从命。主上让你跪下，跪下，跪下。主上，这里的风比较大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我陪你离开。主上，你之前答应过我的，放了他，我会听你们的话。我也是身不由己，我什么都听你的，什么都为你做，我只要求他平安，哪怕我这辈子都不再见他。如果你要恨，那就恨吧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为什么你放不下他？他注定要死。君父，是我救了你，你为什么心里总是放不下他？叶真的时候是，现在还是。主上，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我也希望我爱上的人是你，我也希望喜欢一个人并不是那么难的事儿，但是我和他是注定的。